嘿嘿，我就是人类称呼的肠病毒。啦啦啦啦啦！要赶快上完厕所，加入大家玩耍去喽！等等，要玩什么呢？哦，一直待在这里好无聊哦。如果这个妹妹不洗手，那就太好了。耶，成功上雷！我们不仅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喽。嘿嘿，看我随着你不洗手，又到处摸来摸去，散布各个角落。同伴们，我们要神不知鬼不觉的攻占人类哦！老师下课有说，饭前一定要彻底洗手才行哦。啊，看起来都好好吃哦，肚子好饿哦，才一次不洗手就吃东西，应该不会怎么样吧？嘿嘿，这个小妹妹这样粗心大意，不洗手最棒了！同伴们，我们冲啊！哇，这里真棒，好适合我们生活啊！我看脑这边就像迷宫一样好玩，我们先往那边出发吧。那我们就往肠道出发喽，嘿嘿，看我们还不大肆开 party，好好玩哦！看我们随着粪便攻占更多人类，哈哈哈！奇怪，我怎么这么不舒服？感觉发烧了，哈啾！喉咙又痛痛的，还一直流鼻水。喂，飞出来喽！啊，怎么越来越没有活动力了啦？Hello，Hello，你在这里做什么啊？我是流感病毒，秋冬就是我出没的季节喽，交棒给我继续攻占人类，哈哈哈哈哈哈。